要去宜兰了。今天要去宜兰玩，走吧，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儿子波比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出发啦 ，Go！我戴墨镜的痕迹，已经吃太饱了，对吗，朋友们？吃太饱了，好吃吗？Thank you.
可以放好。里面多一个桌子，里面桌子那左边那个桌子。好。哇哦。哇哦。我们去看一下他们这间什么熊熊教室。哦，好恶哦，那个好恶哦。对呀，我给你一看，一样的吧台，然后床也是一样的，都是用差不多吧台，谁尿尿啊？这怎么了？拍他是有病，拍他。木米在上面爬。他每一间房间都有一个主题，这间就是熊，然后你看各种熊。这什么熊？这北极熊我怕。那这什么熊？我不要怕。这什么熊？那熊猫跟黑台湾黑熊还有一个比基熊。北极熊。比基熊。然后呢，给你们看一下浴室。浴室其实也差不多哎，我们那边的浴室也涨价。还不错。我不知道他这个阳台是什么，他刚刚有讲是游泳的吗？就是一个后阳台，给你脚婚的没有啦，不能抽电子烟。你要来一根吗？不能抽烟，也不能抽电子烟。那你要来一根吗？咖喱。那你要来一根吗？不用了，开翻你被门夹的一瞬间，把你关门，拜拜，见。好，我们房间是对面，来。我们房间是对面的一间，金鱼教室。进来里面就是金鱼，各种金鱼。这是什么金？这是杀人金。那这是什么金？杀人金。这是什么金？杀人金。这是什么金？杀人金。然后呢，这些金鱼呢，比刚才的北极熊还要好多了。这金鱼没有很可怕，因为北极熊太可怕了，我吓死。看一下，其实一样的。他被憋了，他被憋了，多啊，臭。擦屁屁过来，屁屁，屁啊，好可怕哦，这个狗狗的屁眼。哦，这大便很臭呢。他很贴心的是这个狗狗的小朋友专用区，然后他会有一些狗碗啊什么的。这里的房价假日是3280块的样子，就这样一间。然后等一下还带你们去看很多狗狗的设施，狗可以在草皮上玩，也可以去游泳。有人迷路了。有人迷路，还上楼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国民，居然不理我，拿包包。那你跟大家说，等一下跟大家一起去游泳哦。看出来，等一下跟大家去游泳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